来到密洞啊，咱进去探头一下，看看里面到底有啥。我的个妈的，这啥玩意，海蛇。这仔细一瞧，惊奇的发现原来是一只斑马鳗。有老铁第一次见到斑马鳗，繁荣就给你双击了，哎呀高兴的。有老铁还给你加了关注，双击关注，看我带你干好玩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一个大墨鱼，还是一个大活的，这是我们潜水的时候抓到的啊。有的朋友一进来看到这么大的大墨鱼，反手给我点亮了个小红心，又加上一个关注，看我每天带你们干海直播。看到别人的小红心都好多呀，真的挺眼馋的，兄弟们能不能帮忙点个红心加个关注，每天看我。这是我干海时候在这个地方发现这条鱼被这个笼子卡住了，发现的时候这条鱼也没有生命体积了啊，以后咱们解救上来把它放入大海啊。啊，兄弟姐妹们给双击鼓励一下啊，也不要想多了啊，回家起锅烧油了，给双击鼓励一下，一会直播赶海了喽，喜欢过来点赞和关注。这潮水还没有退去啊，我就来到了海边啊，看到这么两个家伙，我的个妈嘞，这啥玩意儿这是啊，有没有认识的老铁，认识的扣个一，不认识的老铁扣个二，咱们下个视频啊给他拯救出来啊，因为他生于大海，让他回于大海啊。所有做对的兄弟给我点亮个小红心好不好，记得添加上一个关注，来看我精彩赶海直播。潮水啊还没有退下去，老远看见一个白色的家伙，走近一看，我的个妈嘞，原来是一条大鱼啊，它还能呼吸呢，咱一铁锹把它挖出来放生掉，如果放生能够换取咱家老铁们一颗小红心，我觉得是非常高兴的。如果你喜欢大海就留下关注，看我。